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银子。然后今天我要看这个呢，是不梦网的，它在这个是一个小可爱安利给我的，11月4号在济州什么演唱会上面，然后他翻跳的大棒的 bang bang bang， 对，因为我是一个 VIP 嘛，对吧？同时也是一个 VIP， 所以看到一些后辈团，翻跳啊，就是翻唱啊，Big Bang 他们的歌的时候还是会很开心，对，然后我们就先一起来看吧，3、2、1 ，Go。其实女孩子、女团在正规场合翻跳。忘上来了吗？哇哦！Ready? On that. 只有 Go. Let's go. 原伴奏。哇，好帅啊！穿夹克。哇，妹子们很不错哎！这个用的是原曲的声音吗？用了龙哥的声音吗？所以感觉气势很足。哎呀，刚刚那个扎马尾的是悠闲吗？许娟，我看到弹幕说比元武奇，我就要笑。确实啊，任何一个翻跳的估计都会比元武奇。我大棒真的是没有奇武这一说，就是 swag。靠 swag 撑着。哦，他们Like bass drum go 是许娟唱吗？没有了。他们这个哦，没有了。哇，首先就我一直对不梦网，虽然没有把他们人给扔全，但是看了他们之前的那些 MV 以后，我觉得哇，真的实力很强的一个团。然后呢，设定风格也都很
独特，然后所以一直很期待不梦网能够出逼，对，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，然后能够夺一位之类的，更多的一位之类的这样子。然后这次看他们翻跳 Big Bang 舞蹈，所以就感觉很棒。我觉得比较明智的是，最重要的地方用了龙哥的原声，sorry， 但是确实就是，女孩子嘛，因为气量可能气力度比较小，然后这个就很撑场。我怎么能先夸一波我龙哥呢？真的是。然后另外就是妹子们真的很好，我之前没有太注意到秀雅，因为在 MV 里面，然后因为人也不都很认识，所以但这次听了之后，我秀雅是主唱嘛，哇，她那个声音真的好有魅力，真的好有魅力。然后今天我就记住了秀雅，还有她的声音，真的，哇！但他们这个等于说是比较注重在翻跳嘛，因为感觉也是啦，本身这个Bang Bang Bang 这首歌唱的也不是特别多，但是感觉唱了只有秀雅、史娟还有多美，对，多美的哇，多美的刚开始的那个 rap 真的很棒，真的很棒。我当时在想人呢人呢，但是听那个真的哇，真的很棒。然后妹子们这次都穿的那个夹克就很酷，然后黄头发那个是纸优，然后绑马尾辫的那个是悠闲，对吗？然后还有一个叫嘉炫，对，开场的时候看到了，非常棒，妹子们非常棒，为你们加油，希望粉丝们能够助力不梦网，对，希望妹子们能有更好的未来和成绩。非常感谢你们的收看，非常感谢你们的安利，喜欢和喜欢视频小可爱可以点关注点。